我叫叶庆思，28岁。我喜欢为别人营造幸福的感觉，但我自己却没交过女朋友，因为我喜欢的是男人。在这行前缘的路上的葡萄回响，在渴望有你的时光，仍不大期望。曾经你是我的舞伴，有默契的对象，多美的假象。热拿铁，不加糖，谢谢。小幸，你那么辛苦，他叫肖立成，个性豪爽直接，非常爷们重义气，认为男人做事就要不拘小节，而且一定要会耍帅，让女孩子激动不已的叫藤木人，公司有名的高冷王子，但他其实有颗柔软细腻的心。我们是公司的铁三角，好哥们。总监，新来的花艺设计刘美芳到了，待会客室。刘美芳，那个刘美芳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我的初恋。啊？现在老天爷安排我跟她重逢，这就是缘分。真的啦，腾腾，我真的喜欢她啦！你发挥你的魅力，帮帮我嘛！腾经理从来没有跟女同事一起吃过饭，看看你。老是待在冷气房里面，手都这样冰冰的。难道你没发现他跟藤经理很像是一对吗？有一种暗暗内含光、子之光的感觉。你真是我的贴心腾腾哎！我最近啊，一直偷偷观察刘美芳，想说多了解她就可以攻陷她。结果王姐就跟我说，她喜欢 BL。你英文不是很好吗？帮我翻译翻译，什么叫做 BL？我觉得啊，是板南线 ，Banan Line，BL 不是板南线 ，BL 是 Boys Love 的缩写 ，Boys Love。小叶，我只剩下你，帮帮我。我一定要得到你。你总是一个人，不寂寞吗？寂寞啊，所以想好好找一个人稳定下来。为了能够陪着我，一起向我爸坦诚一切，然后站在我身边，跟我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。我会在你清醒的时候亲你。或许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人。我是腐男，也喜欢 BL。你不是。腐男是一种稀有动物，可能是他长得很深。我倒觉得他藏的不是腐男的身份啊，是身。你喜欢藤木人？怎么可能啊，我没有。我喜欢的是女人，我怎么可能喜欢男人？哎，是，别乱摸，该不会是太小了？不给摸。来，神经病，你不要只乱摸。我真的觉得你误会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从这一开始就是盟友了。盟友？啊，对不起。为什么他要拍这种照片？还说让你高兴一下。美方误会我暗恋你，是要帮我。但是这个美丽的误会，让他愿意主动加我的 line， 你就帮帮我嘛。哦，我闻到了前几天出现在家里的那股陌生的味道。
确定这个是从那个人身上掉的吗？你知道这个项链是谁的吗？我不喜欢你两个室友。你到底是哪里来的敌意啊？我喜欢你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也喜欢你啊。真没想到那个男人居然是小丽的弟弟。是基弟，不是亲弟弟。就是一个怕他会被抢走，战略很强的弟弟。他打你哪里，我就打他哪里。我是很护短的。我好痛，你可不可以像之前一样帮我护护？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你问，尽量问。你不要躲啦，你要适应我的摸。你是一号还是零号？帮我过生日，就我们两个，就当作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，带我出去玩。我要他。你疯了！没有人可以像我一样替他挡住爸的反对。你装乖这么多年，就是要让爸比信任你啊。你爸还不知道你是同志。我很害怕看到他失望的表情，害怕因为我喜欢男人这件事情让他伤心难过。爱情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发生在任何时间点和关系上的。我听说高副总会性骚扰男员工，藤经理又那么帅，你要好好保护他。英雄救美。没办法，谁叫我要追他呢？是我，李晨。我爱他，我只要他。不要去！好了。我说过，我会在你清醒的时候亲你。我知道我对牧人已经有占有欲了，我很想把他紧紧抓在身边，不要任何人靠近他。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是你哥哎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想要叫你哥。有时候喜欢上朋友，结局不一定会是美好的。不想失去朋友的方法，不是压抑，也不是隐瞒，是追到他。你知道，如果我是女的，刚才泡温泉的时候，你对我的举动就是性骚扰。所以，如果你是男的的话，就不算性骚扰了吗？叫什么？